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文安火车站啊。这个文安站是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大刘镇小王墩村啊。我面前这就是文安站的站房。身后呢，这就是文安大刘镇的集床市场。我刚刚拍了这个集床市场的视频啊。有想看这个集床市场视频的，可以在我的动态里面找。这是河北地区最大的这个集床市场。我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文安站啊，文安站是京九铁路上的一个小站，我以前没有来过，这是第一次来。我现在带大家走近看一下，这个站在我印象当中好像停靠的车次很少，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客运业务啊。好像候车室没有开门呢。一楼售票，二楼候车，好像没有人这个地方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公告，我给大家拍一下，能看清吗？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文安站自2013年7月1日开始已停止办理客运业务，请旅客同志们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在任丘霸洲站乘车。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文安站，2015年2月6号。哦，这里已经停止客运业务了。哦，我这是第一次来。这个小站非常小啊，以前可能有这个客运业务的时候，车次也非常少。现在这个楼已经没有人了，看样子。这个文安站距离北京西站120公里，距离深圳站是2252公里，离红磡站，就是香港的红磡站，是2287公里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出站口，也锁着门呢。我给大家拍一下，这里就是出站口，也锁着门呢。看来这里的这个客运业务已经停了啊，刚刚又有一辆火车经过，这就是文安站，上面有文安站三个字。好，文安站就给大家拍这么多吧，谢谢大家啊。